妹妹，你在看什么？打我，打我！谁在打针？他。他是谁？美丽。妹妹在打针吗？是你帮妹妹打针吗？妍妍太近了，退后一步。我看一下，妹妹在打针吗？哇，好恐怖哦！好恐怖哦！那是什么？她的屁股吗？你敢帮她打针吗？你敢吗？那我帮你打针好吗？要。为什么？你有没有那个？哪一个？打针吗？我才不要嘞。为什么不要？我怕怕。那你医生的用具在哪里？我没有。你的针还在吗？针筒还在吗？不在。坏掉了吗？谁弄坏的？你为什么把它弄坏？因为我也不知道啊。你为什么什么都不知道呢？啊？妍妍，妍妍，你不要对我笑哦，不要看着我笑，因为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，我躲起来了。